好，跟住我讲呢个大脑可塑性咧，系一个非常有用嘅科学嘅知识，帮助我哋改变坏习惯同埋建立好习惯。咁呢个同我啱啱讲开嘅有关系嘅，即系话点样唔俾人影响，或者处理情绪，明白呢个大脑可塑性咧，系非常有帮助嘅。啊，上网大家都可以睇到嘅 neuroplasticity，neural 即系神经。plasticity 就是说呢，好像塑胶可以塑造的，就不是硬晒的。即原来我们的脑是可以不断塑造，就算老人家的脑都可以学到新东西的。越是能够学到新东西，就越是能够处理学到，啊，即是个生命可以改变了。大脑神经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即神造我们的神经真的没有一样好像大脑那么奇妙。就是它可以不斷擴展的，它不斷擴展的。那麼大腦有1000億，即是現在這裡這樣11個零的細胞，神經細胞，每一個細胞連接去10000個神經細胞，真的很厲害。每個神經細胞有1000萬億的連接點，即是15個零，每一個神經細胞它可以連接這麼多個接觸點。人腦可以儲存1個 TB 至到1000個 TB 的資料。美國國會圖書館是有1900萬本書，就有10個 TB， 我們可以儲存比它更多的資料。人腦只是用20個 W 的電就搞定了，即是神做我們的腦是很厲害的。那它好像這些有些像，即是不是真的 SA 一樣，好似似嗰啲高速公路咁啊，好多連接點嘅。咁啊，學到新嘅嘅時候，佢有一個新嘅連接點。當人養成不同習慣嘅時候，腦神經就會建立一個固定嘅路線嘅。即係好似打乒乓波，打得咁勁咧，佢係由最基本嘅打起，成個身用個腳嚟推動隻手，咁咧就個動作，當開頭學嗰時係好難嘅。但學到咧可以咧，即係好自由，黑埋眼都可以打到嘅。咁呢個咧就係入咗神經啦，入咗神經嘅線路。譬如小朋友學行路，學行路咧學嗰陣時好難嘅，但佢學咗咧，佢係唔會唔記得嘅。咁另一個例子咧就係踩單車啊。如果啲人細個嗰陣時學過踩單車咧，佢就算好多年冇踩，佢後來踩翻好容易踩到嘅。但如果佢從來冇踩單車，然後他50歲、60歲才去踩，很難的，很難學到的。因為他這種平衡的力量就是他在當時學到就入了線路。而很重要的就是我們的思想模式也是入了線路。有些人的線路是什麼呢？一有煩惱即刻猛地想那些煩惱的，反覆思想，經常想那個人壞啊，經常想，想得多簡直就是睡覺都睡不到。啊！佢真係衰啦，點解佢咁對我啊？哎呀，真係唔好啦！哎呀，好慘啊，好慘啊！我好慘啊！我冇人中意我啊！我係成日俾人遺棄啊！咁佢就反覆思想。咁而我哋建立新嘅習慣咧，就係話用聖經啦。神咁愛我，我係寶貴。嗱，呢個觀念咧係好難入到我哋嘅大呢個腦嘅線路喎。點解咧？一俾人鬧就唔記得咗噶啦。我自己都咁同自己講，我話咧，有時日間發生啲事，我哋好容易要發夢發到嘅。但祈禱好多年，你有冇喺夢中祈禱，或者見到耶穌，或者諗到耶穌嘅嘢咧？或者喺夢中處理罪啊，處理生命嘅問題有冇咧？即係話嗰樣嘢幾入心咧，你喺夢境會出翻嚟噶嘛？但係事實上，多數人咧發夢咧就係日頭發生嗰啲嘢，或者有啲不開心的事發生，但是神的事是少的，所以我就說神啊，讓我經常都喜歡你，以致我發夢很多時都會發到神的事。那我有時真的發到一些神給我怎樣去做一些侍奉啊，那些我很開心的，我說神啊，讓我即是我原來我的腦裡面都要即是這些事想到入了心啊。那呢就等一下我看回上一幅，無論是正面或負面的習慣都有重複的固定的路線的儲存在潛意識。其實我們生命是很難改變的，這句經文我們一起讀一下，耶利米書13章23節，古實人豈能改變皮膚呢？
炮岂能改變斑點呢？若能，你們這習慣行惡的便能改行善了。即人是很難，即有些人呢成日都是煩惱，是很難改變，但是不是不可能呢？不是。如果我們當中有些人成日都會不開心的，是可以改變的。那這個改變呢，通常來說是重複那樣東西幾十日，大概六十日左右開始成為習慣，但這個習慣未必是很深刻的習慣。深刻的習慣就是甚至連你的夢都會發夢發到的，那就是重複重複那樣東西，重複處理，重複從神得力，重複呢學習不被人影響，以致呢你在夢中呢都會懂得笑、啊、你們發夢有沒有笑啊？跟人很開心，因為是發夢的時候不開心的呢？如果你發夢是不開心，就是說那些不開心的影響緊你，這個入了潛意識。那我們輕鬆得勝遲些又會講到潛意識的。那如果你那些好東西裝滿了呢，你發夢都會發到一些開心的東西的。那而憂傷的靈使骨枯乾，但喜樂的心乃良藥，就是說呢，如果喜樂的時候，整個人的裡面就會有這個好的習慣在裡面存留了。長期負面的情緒對腦部很有影響的，腦部對情緒過敏呢，對任何評語敏感，即是說呢，如果一個人成日都是很敏感一些人家說的話呢，他就會變得越來越敏感和越來越情緒化的，變成不能控制。尤其有些人開始吃精神藥、啊、有些很嚴重的真的會 斬人啊、跳樓啊，那些他都應該吃精神藥的。不過有些不是的，有些是睡不到或者很煩惱。咁有啲咧就話我聽到聲音，嗱聽到聲音有時可以係邪靈聲音，有時自己諗埋啲唔好嘅嘢。輕量嘅咧，我就鼓勵大家唔好去食精神藥，因為食咗咧，佢就會倚靠，就會成為一種習慣。通常嗰啲人靠精神藥去瞓覺咧，越食越重嘅，好難甩添啊，好難正常瞓翻。咁呢個係需要我哋學習點樣處理啊。咁我鼓勵大家可以咁嘅。譬如你想睡得好，或者你想整天都平安，你祈祷的时候放松的人站在这里，合上眼爱神的祈祷，还有相信神爱着我，多谢耶稣爱着我，多谢天父，放松了人，整个人疯，好像整个人由头到脚松了一样的，在神里面啊，你都有这些，慢慢会入了潜意识，成为一种习惯。那些不好的东西放低了不要紧的，临睡之前站在这里放松的人祈祷，然后上了床不再想任何事，上了床就是想着耶稣，你不用说整句话的，就是耶稣，就是耶稣，就是想着耶稣多好，放松了人，那么你的情绪就会容易平静一点，容易放低那些人的烦恼。如果你发觉你那晚睡了上床都是猛地想事，你就起身再站在那里，再祈祷三四个字祷，有分祈祷只是说多谢耶稣，赞美耶稣、啊、我可以在群组、啊、我未好像未发我的祈祷录音，有没有发到？未发，我会发给你大家、啊、那大家可以跟住，你不一定要跟住的，你用你的方法都可以，不过呢那个是一个轻松的祈祷。有些人在那个祈祷得到医治，有些呢就失眠都好翻都有，就是这样去祈祷。即是说呢，人越是不处理情绪，他那些情绪越是成为他的习惯，不能控制地被情緒影響了，他的腦部呢難於管理思想和情緒，他就很難集中想事，很難去刻意處理，成為一種疾病，也都容易失憶的，就是記得一些不好的東西，越是不記得不好的東西，身體就會、啊、發出一些、啊、不好的荷爾蒙，那些就會傷害個人的，同埋咧，容易個腦退化，容易低沉，同埋老人痴呆症。嗱，呢個係我哋嘅腦神經細胞啦，就會有好多蛋白質嘅殘渣。嗰啲人越係情緒化，同埋越係瞓得唔好，越係諗埋啲唔好嘢咧，佢就越多殘渣，越多殘渣咧就越早退化，越早咧唔記得嘢。有呢個發覺咧，咦？我好早就已經開始好多嘢唔記得咯，咁我哋知道咧，就係我哋嘅情緒，我哋嘅負面思想影響緊我哋。我哋
趁你而家仲係年輕都可以修復。嗱，多啲運動，喺太陽之下輕鬆啲，開心笑一下，玩一下，人可以玩噶，可以開心笑一下噶，即係唔好玩啲唔好嘅嘢啦，玩啲開心嘅嘢咧，會修復噶。尤其運動係好有幫助嘅，讚美神。咁咧個人咧有啲會清除翻，咁你個記憶咧又會恢復翻嘅。啊，但係咧就如果嚴重嘅咧就比較難啲完全醫好，但係可以保持翻到一個相當嘅程度。OK， 好，嗱即係啱呢個啊大腦可塑性咧，我用言語咁大家再形容一次，個意思係咁啊。我哋嘅神經咧，好似一個白嘅，即係一個白紙咁樣。咁你點樣去諗嘢，你就會學到啲線路。所以一個人越學得嘢多係越好嘅。但當然唔係黐線咁學啦嚇。即係你又學運動，又學打字啊，又學睇書啊，又學不同嘅思想模式啊，念聖經啊，傳福音啊，乜都學。咁咧，你個腦咧就會有多元化嘅發展啊！多元化嘅發展咧，你就會有好多嘅線路，你都更加容易學嘢。嗱，有啲人咧一畢業咗咧冇幾耐咧就唔能夠睇書啦，學嘢學唔到嘅。但有啲人咧幾廿歲都學到嘢嘅。我自己學普通話咧都係20年之前到啦，開始學嘅。咁咧就而家我學咧就唔係跟香港人學嘅，我係用拼音，咁所以咧台上嚟咧都同即係普通香港人講嗰啲類似普通話嗰啲音咧，又唔係好同啊，因為我係讀拼音嚟到學，但係咧都幾廿歲咧，我都學嘢喎，即係我有機會我就學嘅，好多嘢睇我又會學，我上網睇好多嘢，成日都研究不同嘅嘢，咁咧我哋嘅腦咧就會更加活潑啦，然後咧我哋知道嗱，我哋明知大家要知覺。你是不是容易受人影響呢？你是不是成日反覆思想一些負面的事呢？那我希望這個課程會激勵大家想這些事是對我們沒有益處的，不會有幫助的，是越來越差，越受苦的，做人做得很苦的。但是我們可以改變的，思維怎麼改變呢？我是可以開心的，他們起身我可以開心的，感謝耶穌我可以開心的，可以笑一下的，笑是一個好的治療方法，是神賜給人的，神給人的，笑都可以開一些新的線路，有什麼開心的笑一下，感謝神，有什麼好東西感謝神，人家有好東西又感謝神，又為他開心，這樣呢你的心裡面就會裝滿更多好的意念，還有你的腦就會多一些正面 的線路了。當人有正面線路很特別，神給我們一些開心荷爾蒙，開心荷爾蒙呢就是當人開心的時候呢，你開心的時候你發覺身體舒暢一點，你不開心呢即刻沒有胃口的，還有即刻有些地方好像很不順暢一樣的，這個呢就是神做人呢，就是總之開心舒暢呢，神經啊荷爾蒙啊血液啊也都很流通的，但是當人不開心的時候呢就會有這些傷害，而我們是可以改變，現在不是太遲，咁我希望呢個課程中大家都開始改變啦。你今日開始有唔舒服、有唔開心嘅、有激氣嘅、勞躁嘅，你開始話俾自己聽：我係有原因開心，神咁錫我，我做乜嘢跟住根據神嘅心意，神都中意我可以開心做人。日日話俾自己聽，又讚美神，哈利路亞。有時唱啲小朋友歌咧會輕鬆啲喎，或者總之你熟嘅歌啦。耶稣喜爱笑开障碍我耶稣喜爱笑开障碍我爱笑开障碍在他身上坐，耶稣喜爱笑开障碍我嗱，你唱一啲轻松嘅歌咧，你会忘记周围嘅嘢多啲嘅，咁你咁唱下唱下咧，你就里面有多啲开心嘅线路啊，咁咧你个人咧。在这个课程完嗰时已经有不同了，我希望大家咧会真的有呢啲咁嘅进步吓，就是说我哋嘅神经线路可以改变，但是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啲唔好嘅线路，个个都有嘅，我自己都有嘅。个问题就是我哋点样能够处理到啲线路？即系有咩发生，我哋总系容易会烦恼嘅。我哋点样尽快将呢啲线路改变成为
慢慢消失了，慢慢消失了，但因為很多年的習慣有時需要時間才可以清除的，希望大家能夠清除，即是知道原來神經是神做一樣很特別的事，是可以修改的。好了，下一點就是不要被環境影響，首先就是不被人影響。我一起讀，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為你與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因為神掌管環境啊，約瑟去到埃及那個地方的環境是完全陌生，他又不懂埃及話，但他可以很快學到埃及文，所以他才能夠幫到他的那個老闆。很多人在困境中經常迷惘，很少有同在神的同在和安慰，因為他在這個困境裡面。但如果我們時時在神的恩典走過幾困難都好，不用怕的，耶和華是我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神是會供應的。所以環境多差，我自己曾經呢，即是當時來說我很想在香港侍奉，但是我第一個太太她已經認識盧歸主了，她就沒有什麼適應到香港，我要回去外國。那時我心是很不喜歡，不過我都要回，其實那時我在香港的侍奉是做得很好，但我都照回。那我回去的心態是什麼呢？神一定開路，神一定祝福，但事實上是困難，去到真的很困難。我就以為在香港這麼多聖靈運作，應該回到容易一點找到侍奉的地方，但是找不到，結果是我自己開新的工作。但是呢，我總是相信神一定開路。這個過程呢，其實是一個熬練，也都是預備我，即其實可能那十年的時間是對我的靈命一個熬練，就是說我經歷過神的大作為，我深信神的作為，但我能不能在困境中依然是倚靠神。我呢，就最後我離開那一年，就是後來我看了色盧歸主之後，我就決意回來香港的。我就去到，因為當時在一個宗派裡面是開放聖靈，我就能夠去到很多間教會去介紹給他們聖靈的工作，也都介紹告訴他們我回來香港的侍奉。雖然那個過程其實我得不到什麼的，即是沒什麼大的經濟的支持，即是可以說沒有的，不過神是在那時候讓我有更多的經驗，不單止幫助中國人，也都曾經去非洲啊，去不同的國家啊，幫助很多中國人啊，也都曾經幫過一些講英文 的人，他們呢經歷聖靈都是一樣那麼容易的，即是這個都是給我一個經驗，在一個困難之中行神的路。也都在，因為我以前做牧師呢，年年的人工一定有的，教會一定給的，但是我經歷聖靈之後呢，那時候是沒有穩定的入息的。事實上呢，我想一下先，我經歷聖靈之後是真的沒有試過受薪，未試過受薪，是我後來呢，我又做院牧，然後我支持我自己的，我貼錢幫教會是沒有受薪的，不過神依然供應。其實我當時得到這份院牧的工是很神奇的，這些都是神的供應，就是說在困難之中，因為我以前是沒有需要在經濟上倚靠神的，即是必然來的，那些人工一定來的。我稍微講一講這個見證，很特別，真的很特別。有一個牧師跟我說，因為他很想幫我，他說呢，你可以申請做院牧，你讀的時候有人工，你讀完呢又可以做院牧，就會有人工可以支持你侍奉。那我就去報名啦。報名的時候他給我回應是什麼呢？我們滿曬人啦，已經好遲啦，冇曬位㗎啦，全部是 negative。 好啦，咁啊 ，negative 都要申請啦。咁如果等一年啊，好耐噶啦嘛。即係話你第二年嚟申請過啦，第一年咁你嗰年嘅經濟點樣咧？咁我就祈禱啊，神啊，在你凡事都能，神你一定有方法嘅。臨到最後啊，臨到最後，將近即係佢嘅學期開始之前啦，兩個禮拜，跟住我收到電話，佢就話咧：啊，而家我哋有人走咗，你願唔願意嚟見？咁咧？
我咧做人又好率直嘅，佢又叫我哋寫其他嘢，其中一樣嘢寫你嘅屬靈嘅經歷。但其實咧，嗰啲醫院做院牧咧係唔想你傳福音嘅，佢唔想揾嗰啲熱心愛耶穌嘅基督徒，因為驚佢傳福音。其實佢哋院牧咧係有佛教徒嘅，乜嘢教徒都得嘅。基督徒咧，佢哋未必中意嗰啲好熱心嗰啲嘅。但偏偏咧，我又寫到咩咧？我點樣經歷聖靈嘅喜樂？真係好好熱心嘅。但係咧，佢一向召請我。咁由個秘書同我講，佢話你申請嗰時啊，係有250個人申請咗，排排隊，佢要揾啊，佢有大把人揾啊。咁我唔知係咪我最後一個排隊啦，咁啊，所以佢一攞咗最後嗰張先啊。點解咧？我唔知道點解。但係當時嚟講真係不可能。咁我又講另一個情況，這個情況再先過嗰、那個，就係、是、我又識到呢個牧師啊。這個牧師又同我講啊，佢話咧有人請佢嗰個退休營。退休營咧就請佢做講員講兩次，咁佢話我唔得閒去兩次，我去一次，你去一次好唔好啊？咁啊，即係佢想幫我啦，咁我去啦。去到個牧師話：我唔係請叫佢請你兩次講啊，係一次講一次，淨係出席啫咁。不過既然你嚟咗，好啦，算啦，俾你講下啫。佢請咗邊個咧？請咗陳仲輝牧師嚟，咁我哋識噶。咁啊，陳仲輝牧師，我哋完咗同佢傾下偈咯，就話我經歷聖靈，因為佢嗰陣時知道我喺傳統教會噶嘛，咁佢又喺傳統教會離開咗，又去咗開咗呢個外修員啊嘛，咁咧就交換電話啦。咁我就話俾佢聽，我而家都係揾緊侍奉嘅崗位。跟住我都唔記得嗰日定第二日，即刻收到電話。咁佢話就話咧，有一個人咧，佢就想揾。牧師啊，咁咧你聯絡佢啦，咁即係話咧嗱，我去嗰個營咧係完全唔係計劃定嘅，就以為去嗰度講道其實唔係嘅，但喺嗰度居然撞到陳仲輝牧師，又跟住陳仲輝牧師咧就幫一個有一個人幫佢，有個牧師幫佢，那個牧師係律師嚟嘅，那個牧師啱啱需要揾牧師，因為佢咧做律師好忙嘅，佢需要揾一個牧師。於是咧，佢就同陳仲輝傾偈，傾偈嘅時候話：我而家揾緊牧師。陳仲輝話：我今日見到個牧師，我俾個電話你。咁我想講咧，神係好奇妙嘅。我亦都咧試過有一次，有個人同我講，佢話我支持你兩年，當時喺個好困境之下，但係佢每個月支持我，即係完全諗都諗唔到嘅嘢。咁我想講俾大家知，你行神嘅路啦。神是知道了，神为你开路，只要你愿意将生命给神，你什么环境都好，你几困难都好，其实在神的计划里面是没有难成的事的，什么困难都好，神已经知道了的了。我希望大家深信，我几难的事神都知道了，祂都有出路的，这样我们的心就会平安轻松，祂一定供应的。大家认不认得？是啊，这个是我来的。那呢，那我为什么放我上这里呢？就是五个麻雀不是两分银子吗？在神面前一个都不会忘记，就算你的头发都被数过。即是我的头发本来很多的，现在呢其实都存在，不过幼了而已。其实我有些毛仔可以生出来，不过我剪了它，因为它太幼了。其實因為讀神學嗰陣時，嗰個地方咧落雪落得緊要，佢落好多化物啊！喺嗰年跌頭髮跌得好緊要，跟住之後又喺度跌。如果唔係都唔會而家咁緊要。咁、那個重點咩咧？神關心麻雀，其實麻雀周圍都係，我去邊度宣教都有麻雀嘅。點解神咁得閒嘅咧？係咪得閒過頭，連麻雀都要理咧？因為神係充滿愛，佢不能不理啊！其实所有的生物都是靠神去维持一个系统啊，各样的生物，甚至昆虫、细菌啊，细菌都是重要的。为什么重要呢？如果没有细菌，那些食物你食剩的残渣不会被它化解了的。不过因为人将个世界整到环境变差，所以菌变了恶了，就变了现在会生出这些
不同的病毒，可以呢在末后的日子呢是会很多的灾难。神是维持这个世界是很完美，他们都知道，他们全部都知道，不过他经常叫做什么 Mother Nature， 就是说自然界，但其实是神啊，神的计划。那神既然关心雀仔，也都关心我们每一个人，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的。那而这种心态我希望大家都有了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黄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识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我希望大家有这个心。我也有想过有一天，如果我到我后期的时候病，或者甚至被逼迫、被打、被折磨，我也有想过在这样的情况我可以怎么做呢？我就是亲近神，神啊，我多谢你，我随时祈祷。我希望大家学到这件事，一爱神呢即刻可以感受能力流过的，我是随时经历到。我希望可以帮到大家，所以我最后会有时间为大家祈祷的。真的放开个怀抱，你会发觉个心灵里面可以涌出神的喜乐出来，那你可以随时得力。有一日就算被打，我一路依靠神，亦都说就算痛，我越痛我就越掹住神。而且有一句说话会安慰的，不过有些人来说不是安慰，就是人呢痛得不用几耐会死的。这句说话呢对我是安慰，因为我上天堂嘛。但有些人来说就不是安慰，痛到死，但我说不要紧，在神的手中不要紧的，神会纪念，神会祝福，神会赏赐，而且神可以减轻，神亦都可以在咁多人去逼巴的时候将我拉咗出去带咗走，好似带彼得走咁样，可以将佢带走啊，可以将我哋带走。神可以做任何一样嘢嘅，咁所以咧我就话我都唔怕，我甚至我希望可以喺大灾难咧里面咧去见证神，同埋经历喺呢个情况之下神嘅特别嘅供应。因为其实你睇大灾难咧，全部嘅灾难都系天使开始嘅这个七印、七号、七碗、七雷，都是天使开始的，咁咧都是神去做的事嚟噶。但系神点解做呢事呢？就是令到人唯一依靠神。在而家大家会依靠你的银行户口，依靠你份工，但系嗰阵时你冇嘢可以依靠的，只能够依靠神。嗰阵时咧真系会有大复兴嘅，真系因为嗰阵时人人都要依靠神。咁所以咧，几困难都会俾人打，我都赞美神，因神而欢喜快乐。咁我都希望大家預備我哋嘅心，因為我上一次都講，可能喺十年到到四十年之間，呢、這個世界完全嘅改變。嗰陣時咧，好可能進入大災難嘅時候，我哋需要預備好自己啊！而家萬事都互相效力，叫愛神嘅得住，無論係逆境、順境。嗱呢度神有咩屬性咧？佢係掌管一切嘅，幾難都好，神就掌管；幾順境，神又掌管。他就叫这些事对我们都有益处，而且他是关心我们的，他能够铺排，他能够计划的。德胜五部曲，这里又是，希望大家记得，即德胜五部曲可以随时应用的。再读那些红色字，如果记得就可以记得，留意、破坏性、圣经观念、祈祷、选择，就是留意到在困境中有担心了，深信担心有破坏性的。圣经观念处理对环境的担心，圣经告诉我神为我做什么，圣经吩咐我怎样做，我倚靠神，祂我不惧怕，祈祷求神赦免我担心和给我力量，我选择信靠神，我选择相信神一定将最好给我，我听神的话，就算我受苦神都会纪念，神都会赏赐，神都会祝福。 OK， 那这里、这个要点又讲完了，有没有问题想问啊？好，咁我哋去下一个要点啦，就係属神嘅价值观。其实好多人呢，好多问题基本上都係由价值观开始嘅。点解咁多人俾人影响呢？因为价值观就係人係紧要嘅。我唔否认人係紧要，不过我哋唔係依靠人，而我哋有对我哋好嘅人係礼物嚟嘅，我们要珍惜的，即是任何人对你好的、帮你的，我们要珍惜。但是呢，我们不是将生命交托给人，
在約翰福音有句話講到耶穌，他不將自己交託人，因為他知道萬人的心，他知道人人的心都是不好的，所以耶穌呢沒有將他自己交託給人，他的侍奉不是被人去掌管的，他是完全順從神的帶領的。而世界價值觀是什麼呢？